左手清洁剂，右手洗发水儿。把这两种物质，我们让毕达尝一尝，他们俩香不香？毕达，喝一口试一试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欢迎来到 Rick 和 Molly 的 VR 游戏。毕达双手变成黄金无限手套，不但有黄金无限手，还有白金无限手和放大片组合，一个白金，一个黄金，毕达真是太帅了。我们进入卫生间。Hello, Molly, how are you?我们又见面了，接下来我们取几样东西，比如这个肥皂，还有婴儿爽身粉，过去，牙膏、牙刷，我们都需要。这个橱子里还有什么？清洁球，扔。这里边还有清洁剂。也需要，在里边是一个浴缸，还有一瓶洗发水。我们进去，把它拿过来，顺便洗个热水澡。这是不是一个好主意呢？让我们悄悄地进来，然后打开浴缸的门，推拉门。这声音奇怪极了。然后慢点进去，这里边有一瓶五合一的洗发沐浴露，太神奇了，这应该是老瑞发明的吧？能喝吗？竟然不会吐！我们打开水龙头，热水、凉水掺一块，洗一个热水澡。这个水怎么上不来呀？全跑了，看样卫生间需要维修了。这个窗户能出去吗？我们试一试。这里边还有一个暗间呢，可惜什么也没有。回来，关掉水龙头，把五合一洗发水拿走，再悄悄地把门关上，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。放好，返回车库，捡起来，左手清洁剂，右手洗发水，把这两种物质，我们让毕达尝一尝，他们俩香不香？毕达，喝一口试一试。全吐掉了，粉丝又该责备我了，给你喝莫名其妙的东西，来瓶五合一洗发水尝尝。这个没事儿，清洁剂不能喝。我们知道，用清洁剂和苹果合成，能做成炸弹。炸弹苹果，吃掉，嘣。那如果用洗发水和苹果合成呢？开始，巧克力，成了食物了。很是奇怪哦，在这里有一个油漆桶，让毕达帮我拿过来扔，接住了。我们用油漆桶和五彩种子合成，变成发光的鱼桶了。把它再进行组合，加入白金手和酒瓶。组合变成白金桶，再把桶进行放大，开始
超大白金桶，用这个桶，我们和清洁剂组合，还是清洁剂。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，再见。